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要听听。我们来到12月4号，我们现在非常的快呢，因为我们是在预录的哈，我们是预录的。现在其实时间正确时间是礼拜六的晚上11点多，但是我们是预录到12月4号。那其实呢，已经有人睡眼惺忪了，那个人叫做丁恩宇小朋友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他快睡着了。好，我们来说与神分离，与神分离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。在谁里面是永生？小恩，神在耶稣的哈，在耶稣里面就是真正的永生。没有啊，我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那但是我们，那你后面要说神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说，没有说，我没有，我说的今天的标题叫做与神分离。好，所以你要听清楚咯。好，那我们就说只要接受的耶稣基督呢，耶稣基督呢，这个他是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，他洗净了我们，涂抹我们的罪孽，好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当然我们在神就这边就不会跟神分离了。这样了解了吗？小何有听到吗？你有在现场吗？有。好，那我刚刚说因为他两个小朋友快睡着咯，那我们就赶快问一下今天的快问快答。十二月四号快问快答说，夜晚你是如何安定身心准备上床睡觉呢？这正好是符合现在的。你要怎么是你要怎么安定身心去睡觉？你们这两个再不睡觉你们试试看。哦，因为我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。做噩梦为什么？你睡觉都会戴眼镜、啊、尤其是那个稍微闭眼一下。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没做噩梦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爸在旁边，所以你就不会做噩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可以保护你，所以只要你妈妈在旁边陪你睡觉都会做噩梦，但是爸爸在旁边就不会做噩梦，对不对？还是会？怎么可能？这跟我一起睡觉是多么甜美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是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哎，我们说什么怎么样安定身心去睡觉呢？就是他们其实他们还不错啦，一躺到床上没多久就会睡着。如果真的不睡着，那妈妈就会啊，他们就得赶快睡着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先说拜拜了，因为我们是预录的集数，所以他们两个小朋友真的要上床睡觉了。因为我们礼拜天会有非常多的行程，要去教会，要庆生，又要干嘛呢？又要看迪士尼，然后又晚上又要再一个庆生，所以今天隔一天我们非常的匆忙。那为什么要预录呢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礼拜天不能预录，对，礼拜天没办法预录，礼拜天也不能录，礼拜一没错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先预录下来了。谢谢大家，12月4号烽火说的这个段落喽，拜拜。